这是8分钟前的画面，手机定位呢？等等，这是南城环路右河路口，马上调画面。 目标刚过南城环路右河路口，向南方向走。收到，正在追踪。行车全乱套了。你说这个写举报信的人会不会有问题？啊！你刹车呀！吓死我了！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？ 这马路杀手啊！喂，安静，目标已经到了羚羊路，刚才差点和对向车辆相撞，现在往东去了。往东去？飞机场跟火车站不是都在西边吗？他去东边干什么？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监听，有情况随时通气。收到，明白。 在那个举报信，那是假的。我知道，长安，你是有人陷害我。薇薇，你得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儿。我现在说什么我都说不清了。国安的人要来抓我了。国安？他们早就盯上我了。 长安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长安，有人问你话，你什么都不要回答。爸已经去找律师了，你听到了吗？<笑>你快来鼎华找我，有话咱们见面再说，好吗？我错了，薇薇，我错了。 这种时候你能不能不要再哭了？我跟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薇薇，我该怎么办？薇薇，我该怎么办？薇薇，长安，我在公司等着你，好吗？长安，说话。 我在公司等着你，你赶紧过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听苗飞这意思，他好像真的不知道事情。
这也说不好。喂，他跟苗飞通了电话，现在车辆刚进入鼎华停车场，他们俩要见面。我们这边估计还得十分钟。这么久？刚才车祸把路堵死了，我们现在换了条路。一定要尽快，不能给他们串供的时间。明白。咱们尽快。他车呢？应该是停在了监控死角。盯住所有的出入口，任何车辆进入都要记录。OK。姚总，姚总。姚总，这个举报信。出去！能不能确定具体位置？定位没那么精准，大概在 A 区和 B 区的交界处。局里打电话。发现目标，需要支援。人死了。再给我们点时间。
对不起，你们是国安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稍后法医会告诉你们具体情况，请节哀。那封举报信的事，您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吧？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具体情况。 举报信是假的，捏造的，长安不是那样的人，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抱歉，那我们在外面等。 杨先生，您是不是还知道什么情况？您都可以放心的告诉我们。我主要是想问一下那封举报信，上面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太多，但我们调查长安科技确实有一段时间了。啊，有一个事儿，我们确实可以告诉您。 最新一批送往长安科技的矿石，已经被我们扣下了。你是说？相信你也听明白了，至少举报信这个事儿，不能完全说是假的。这个叫长安，他背着我干这种事情。 根据这张平面图显示，整个停车场只有六个位置是监控死角，但是贾长安的车偏偏停在了其中一个位置上。贾长安本身就有逃跑的意向，我认为是有意为之。除了苗飞以外，他在死之前还跟别人通过电话吗？确实通过一个陌生电话，但是没打通，我们正在查。贾长安一路奔着鼎华去的，他要见的人不就是他未婚妻苗飞吗？ 他要见自己的未婚妻，为什么要选一个监控死角？而且贾长安是到了鼎华附近才与苗飞通话的。从通话记录看，他事先并没有与苗飞见面的打算。这么看还真有问题。安静，先说说别的问题。好。法医初步鉴定，死者体表没有伤痕。 肺里面呢有大量的一氧化碳沉积，死因应该是汽车尾气中毒。现场没有任何疑点。我反复勘察过了，没有打斗痕迹，而且监控的盲区非常小，如果有人上来袭击的话，一定会被拍到。监控录像显示，从贾承安抵达地下停车库到你们跟进，时差是在13分37秒。 在此期间是没有车辆和人员进出的。对了，贾承安在临死之前给苗飞发过一条短信，只有三个字：“对不起。”这算是临终遗言了吧？所有线索都表明，这小子就是畏罪自杀。我认为不能这么早的下结论。这不明摆着吗？证据说了算。我也认为不能这么早下结论。他想自杀在哪儿都可以。 为何偏偏要选在鼎华停车库的监控死角？而且举报的内容并未核实，随时都有脱罪的可能，并没有到绝境。没错，现在还没有定罪，而且也不一定是死罪。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向往生的权利，他干嘛这么急着去死？所以这个电话号码到底是谁的？为什么贾长安在这种时候
还要打电话给他。还有，他的秘书说他从办公室走的时候拿了一叠文件，但在事发现场没有这叠文件。那这叠文件去哪儿了？是中间掉了吗？还是事后被人拿走了？我插一句啊，公安部门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，目前正在对毛发、指纹等相关的证据进行分析和检测。由于这个案子涉及到国家的资源安全，所以公安部门同意配合我们的行动部署和保密工作。安静，你和杜猛继续跟进姚家妇女那边。贾长安的矿石是从苗焕阳那儿弄来的，不论苗焕阳有没有参加走私，他都是一切的源头。明白了，并且我也觉得，作为贾长安的未婚妻，苗飞不可能不知情。那我继续追查那个号码，还有举报信的来源。这件事情我会安排侦查哥的同事去做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如果说贾长安是死于他杀，那么凶手一定对案发现场的环境是了如指掌，很有可能事先进行过实地勘查。明白了，别偷懒啊！往前倒半个月，每天的录像都要查。还用你说？马上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贾长安的死到底对谁有利？我以为你想放松放松呢。哎，你说这贾长安的死是对谁有利呢？还琢磨这个呢？贾长安一死，我们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我们就找不出他后边的人了。说到背后的人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会是苗飞？你想啊，从背后操纵贾长安，还有谁比苗飞更方便啊？吹吹枕边风不就搞定了？像你这么说的话，那苗焕阳也不能排除可能性了。但杀人灭口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苗家妇女真的就这么心狠手辣？所以啊，我就觉得很可能就是自杀。青姐，我发现你现在特别相信马上的判断。人家说的有道理，我为什么不能信啊？而且这样说起来的话，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件事也说对了。什么事啊？我在想，贾长安的走私案会不会跟鼎华的窃密案也能联系起来？你这思维也太跳跃了吧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行，别动！菲菲，放开！菲菲，听爸爸说。殡仪馆都联系好了，让他们拉走吧。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妥当的啊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怎么又是你们？情况我昨天都说得很清楚了。您别误会，我们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我们想再做一次尸检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杨女士，我们想解剖尸体，确认死因。确认死因不是自杀吗？不好意思，对于案情我们不能透露太多。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死者为大？一句不能透露，就这样反复折腾他。我不同意。我能不能跟你们谈谈？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们。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。我们现在相信，你未婚夫的死，背后可能牵扯了很多事情。你提供的任何信息，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。
我就是想不通，他电话里明明说了要过来找我，为什么突然就这么走了？他不会这么狠心，不跟我见最后一面。他不是自杀，一定不是自杀。苗女士，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贾先生的真正死因，所以才想争取你的同意，再次尸检，还原真相。你们为什么怀疑是他杀？你最后一次跟他通话是在哪儿？有其他人听见吗？我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里，门是关着的。苗女士，据我们了解，贾先生的双亲已经过世了，在当地也没有任何亲戚，所以我们想要进行更细致的检查，可能还需要你的同意。好，我同意。我必须知道事情真相。喂，你好啊。何老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苗总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你做事也太狠了吧。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呀？贾长安的事是不是你干的？贾长安，你女婿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我又不认识他，你找我问什么罪啊？苗总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我让你干的事儿，那只是图财，我有必要给自己找那么大麻烦吗？你是没麻烦，我麻烦大了。听你以后，不要再联系我。姚焕阳，对，他怀疑我杀了贾长安。他怀疑错了吗？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本来我以为只是销毁证据，没想到你下手这么狠。说实话，这件事情处理成这样，我也没想到。街府里的人这么快得手了。说明他们早有准备。换句话说，姐夫你根本就不相信我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不好办，必须尽快找到新的供应商，恢复供应。这不可能。我想撤出去。别说傻话了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你得留下来帮我。要是我非得走呢？你是不是把我也处理了？别忘了，就是因为保护你贾长安才必须死。可是我留下来有什么用呢？苗飞啊，你的好闺蜜，你留在她身边迟早有大用处。正是因为我跟她是闺蜜，现在她老公死了，我是不是还得去陪着她，陪她去参加葬礼？万一露馅了怎么办？我相信你，你是专业的吧？哦，还有件事，找个机会把贾长安办公室的摄像头处理一下。
苗焕阳当天出门的时间是11:24，而贾长安出事的时候是10:30左右。苗焕阳没有作案时间。苗飞这边也一样，但这不代表他不能买凶杀人啊。嗯，确实有这种可能，但是也别进入思维固化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是马上先生吗？哎，对，我是马上。啊，我是鼎华行政部的，周一上午10点过来面试。周一上午10点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谁呀？鼎华，通知我周一去面试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以为你面试的事儿得缓缓呢。正常，这么大个集团，不得照常运转？那要不你先回去准备准备。开什么玩笑？哥们儿这专业素质，还需要准备？哟哟哟，你就吹吧，可劲儿吹来。哎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啊。贾长安上次拨出去那个陌生号码，给我接着查，别偷懒。没问题。那你呢？我出去一趟。刚才谁说不用准备？在这闭门造车也没什么头绪，我得去趟现场。可劲儿吹吧你这。查过了，没有打斗痕迹，而且监控的盲区非常小，如果有人上来袭击的话，一定会被拍到。监控录像显示，从贾承安抵达地下停车库到你们跟进，时差是在13:37，在此期间是没有车辆和人员进出的。他想自杀在哪儿都可以，为何偏偏要选在鼎华停车库的监控死角？公安那边的检验报告出来了，这辆车刚买了不久，从车中提取到的指纹、毛发等等，要不属于贾昌安，要不属于苗飞，没找到其他指向性的证据。苏局，后备箱查了吗？查了，没发现什么。安静，尸体解剖的结果出来了吗？李法医还没有回我，应该正在进行。嗯，胡子轩，你那边呢？地下停车场和附近通道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都查了一遍，往前倒推了5天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。不过我找到一个关键的证据。这个基本可以断定在安科长抵达之前还有第三个人出现。这什么？贾长安从办公室抱走的文件。具体是什么文件现在还没办法断定。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到的时候文件已经被人拿走了。那个电话有下落了吗？使用者的身份已经查到了，是云南纳西的一个村民，女性，23岁，是个伪实名号码，是个死胡同。哎，马上。你刚刚提到车的后备箱，是你有线索了吗？我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也谈不上什么线索，但是我可以说下我的推断。嗯，我认为
凶手应该事先就已经躲进了贾查安的后备箱里面。不会吧？你这脑洞太大了点儿。是这样的，我昨天去了一趟案发现场，仔细地勘察了当时所有的监控设备，大致推断出了那个监控死角的面积，所以我得出了第一条结论：没有人能在不被拍到的情况下追着贾查安进入事发地点。我明白了，贾查安呢是在苗飞的再三要求下才答应去鼎华跟他见面的，这完全是属于突发事件，而且贾查安不是鼎华的员工，他没有固定车位，所以他甚至停在哪儿都是随机的。完全正确，这就是我推出的第二大信息：凶手不可能事先就藏在案发地点，所以他极有可能在后备箱里面等待时机成熟再下手。可后备箱里不是没有查到任何痕迹吗？这是技术问题，不是没有可能。而且我设想过凶手行凶的画面，很难在不发生打斗的情况下制服贾长安。吓我一跳。所以我认为凶手使用了药物。是有可能。这贾长安又不是3岁小孩，有人靠近他肯定会有反应。贾长安从车上下来存在视觉盲区，凶手完全有机会。而且贾长安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反抗，说明还有一种可能性，熟人作案。你们的推测还差一个解释，凶手怎么离开？只要他走出监控盲区，就一定会被拍到。李法医打来电话了。喂，李医生。我们现在正在开会，宋局也在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开免提，你跟大家说。宋局长，安科长，是这样的，我在死者的左腋下发现一个疑似针口的创口，但是很奇怪，通过解剖，并没有发现死者体内有特别的药物残留。李医生，有没有这样一种药啊？就是可以迅速的让人昏迷，但是很快的就可以代谢掉。目前我还没有见过，不过从理论上讲，是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。就是昏迷的时间应该是非常的短暂。那还有其他发现吗？暂时没有了，详细的报告我一会儿给您发过去。好，谢谢，那麻烦你了。应该不存在吧？确实存在，但是很难弄的。你是不是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？给你看这个，这是你那个推断的最后一个环节，就是凶手如何离开的。这个我早就想过了，凶手应该是利用旁边那辆车离开现场，但是很不巧，这辆车已经不在了。我昨天检查过了，没发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推理可能漏了一种可能性？我赶去找贾长安的时候呢，凶手就藏在旁边那辆车的后备箱里，直到警察后来过来取证，运走了尸体，拖走了车辆，凶手都一直在后备箱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直到后来现场解除了封锁，围观的人都散了，凶手才从后备箱里爬出来，利用那块监控拍不到的盲区拦了一辆车回家了，或者是混在围观的群众里面逃走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不仅仅是熟人，而且很可能是鼎华的人。不然呢？不然谁会让不认识的人搭自己的车？而且贺子轩不是看了吗？监控里面没有可疑的人。厉害呀，安姐，我真的发现你比当年更有魅力了。果然还是聪明的人比较有趣。你呢，确实比当年更油嘴滑舌了。我觉得你以前挺正经的呀。我什么时候不正经了？我现在说的话都是认真的。好，不过我认真的要提醒你，你之前去鼎华
是为了抓那个商业间谍，但是现在事态升级了，我们都没有想到，对方为了达到目的，竟然会去杀人。既然这个凶手就在鼎华，我就更应该去查。所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万一你暴露了身份，他的目标就会变成你？我进国安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。你能不能想清楚再回答？没事的，这不有你在的吗？你罩着我，你身手这么好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也别太见外了，上面把你派到双清来，我还真能让你有什么三长两短。放心吧，你周一面试，祝你一切顺利。这里走，再下去，然后往这里，往这里走，再下去，然后往这里。哎呦，哎呦妈呦！你说你这孩子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。你这准备面试呢？啊，一宿没睡？没有，我刚起来。哎呀，那你得先洗漱收拾好了再说。妈，您不用替我收拾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可以啊。你自己来啊？啊，那行，那妈给你做早饭去，你快点啊。哎，妈，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都是你爱吃的。吃饭喽！吃饭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这是，一大早的跟掉了魂似的。不是，我这刚看到，说是贾长安自杀了。贾长安是谁啊？苗总家的。准女婿，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有人在网上发了一封举报信，说他走私国家稀有矿石资源，还说可能是畏罪自杀。啊？那是小橘子今天面试，那怎么办呢？会不会受影响啊？这都说什么呢？就是人家苗总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那有没有良心？哎呀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。苗总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小橘子又是他给介绍进去的，我怕他会受牵连。妈，不至于，你想多了。吃饭吧。就是，两码事，那净瞎操心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叫马尚，我是来应聘的。哦，好的，稍等啊。马先生，您从这边电梯上去，直接到37楼，会有人接待您。谢谢。您是马尚先生吧？对，我是。好的，请跟我来。谢谢。马先生，您到里面等候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的事情还会再人来通知你们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请坐。哎，好。你好，我叫杨迅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马尚。你以前在哪个公司工作？哎呀，
我以前就是在北京干猎头工作的。哦，猎头来应聘人事总监，有点意思。哎，你呢？我就在鼎华工作，担任行政管理中心总监特助。啊。哎，听说这新成立的人事部就是从行政中心分出来的。没错，你这消息挺灵通啊。那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你的陪衬啊？哎，这话绝不能这么说，咱们鼎华绝不兴这一套，都是谁有能力谁上。既然这次是公开招聘，那大家的机会都是均等的。哎，哎，我呢，顶多就是占了点脸熟的便宜，算不上什么。你就别谦虚了，我现在我得随时做好拼不上的心理准备。哎。还得努力，还得努力。也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，像只身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，一缕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，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。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，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赤子，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，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这片土地的安宁，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实力，不惧风雨勇敢前行。哦，你说这辈子最平凡的就是可以日夜捍卫这片土地的安宁，因为热爱所以不忘初心，燃烧热血勇敢前行。哦，一生不悔，哪怕一生无名。